你这次的战术是什么呀？祝你旗开得胜，朋友。 战斗真的有够激烈。 表现相当不错。哎呦，没关系啦，难免会遇到一些小挫折。 趁胜追击呀，朋友！ 你回来了，哎，最近过得还好吗？ 你的手下。 很认真干活哦，他可能会让局势整个改观哦。
我能吸引这么多手下来这里的秘诀是什么？就是鸡蛋糕。趁胜追击呀，朋友。你还真行啊。雇佣那个手下能让你凑成三个。很认真干活哦，多来点手下是个好主意。
关系了，难免会遇到一些小挫折。是我的话，我也会选他。求援军。来雇佣一名手下吧。继续保持下去。雇佣那个手下，能让你凑成三个。我的盾为阿古斯而举。继续保持下去。我认同你选择这个的用意。
留下来。树根抓地，枝叶茂密。小心用钱，但要赢就得敢花。所有人都盯上你了，小心一点。所有人都盯上你了，小心一点。继续保持下去。少了个手下，多了个金币。你办到了，现在啊，你遥遥领先。
来点手下是个好主意。我觉得你会是最后的赢家。继续保持下去。那家伙有可观的攻击力，相信圣光，驾驭怒火。所有人都盯上你了，小心一点。
继续保持下去，那家伙有可观的攻击力。龙骨气，相信圣光，驾驭怒火。他可能会让局势整个改观哦。手不要发抖，你办到了，现在啊，你遥遥领先。